我们要来学习七套瑜伽，健康、成功、平和、幸福、喜悦、内在维度和爱。现在我们将开始一步步学习乌帕瑜伽。以下是一些指导建议，他们会为你的练习创造最佳条件，大大增强你的练习效果。接下来的一个小时中，请全身心投入练习中，确保手机处于静音或关机状态，最好避免中途起身吃东西、喝水或上洗手间。请不要在饱腹状态或吃饭后立刻练习，最好是略有饥饿感、半空腹或空腹状态。请保持脊柱舒适挺直的坐姿，双手摊开，掌心朝上。这些做法有助于提高你的接收能力，并从练习中获得最佳效果。这些练习非常安全简单，任何人都可练习。有慢性疾病、疼痛、心血管疾病的人士，请在练习前咨询医生，多加谨慎。请按照指示，缓慢而轻柔地进行练习。做任何练习时，如有任何不适，请跳过那个练习，直接进入下一个练习。如果你有感到疼痛或不适，请停止练习并咨询医生。这些练习适合任何七岁以上的人士。如果你戴眼镜，练习时请摘掉。